Orang tie bo. Saya mang di si. Xiao Ti. Di si Tua Ji. Hena. Xia Lang ah. Ah ba, si Tua Ji ah. Oh. Ayo ah. Apa? Ah di cha ku wo to teng ah. Ah je to teng ah, mu si be kuan wo. Ah de si be ga te ji zo lai mei shi mi, kuan mei tiao gong mei tiao shi mi, shi mi wan. Eh, xin den. Ah, deo la, xin den la. Ah, ah da mei shi mei chong xia ge. Ah de su wo, mei ki ben yi zo yi ge ki ma. Ah ga wo shi mi guan le ya. Oh, 我来开门。哎，是你啦，哎，慢点，慢点。大姐，大姐，阿兄打电话讲你回来，我就赶紧紧过来看你啊。哦，看到你我真欢喜的，阿弟有好无？有啊，我拢足好的，这是阮先生啊，阮细汉的时阵啊，常常去乐山找阿姐，吃伊的炒米粉，足好吃的呢。你甲讲过。买心莲是为着要起病，啊病伊若起好吼，会当予花莲地区啊，搁有淡薄真侪和我同款有病的人有搁较好的医疗。啊，像我一个破病人，会当予国家社会照顾遐尔啊侪年，即马真罕咧有机会会去报答。哎呦，就是因为吼你有这款太高病，啊社会甲你用什么关联啦？啊！你管他指标创啥话啊？阿爸，我十六岁就住入去乐生医院啦。讲一句较歹听的，我毋是这个家饲大汉的。除了靠我家己，我嘛是国家社会饲大汉的。啊，即卖若对社会有帮助的代志，我着愿意，啊嘛有这个责任去做啊。伫咧乐生吼，我真好运，会学着佛法。虽然我无读过书，啊，毋过遮侪年来吼，我确实体会着佛菩萨的慈悲。买心莲去病院，这是做善事，嘛是做功德呢。迄是你伫讲的啦，啊，买心莲这我毋捌啦，啊，毋捌我无可能摕钱出来买啦，哈，你的代志管好就好啦。其他代志你免管啦。就会等咱回去，不然先来等好吧。阿公，来了。阿公，
我说你哦。来。哦，镜头，镜头给你来。啊。你陪啦。你头爱教好哦。保安会当无？阿爸，我点茶给你啉好无？好啦，你休困啊，什么代志哦？你再甲我话嘿。出事的时间吼，拢排好啊，啊，不过后礼拜一。嘛是爱先带伊做检查。本来廖准讲哦，伊是伤过思念小弟，无心情食饭，啊是只干拢在耍牌啊，啊三顿食无一顿，想袂到讲伊原来是，唉。医生嘛讲吼，啊讲这个食道癌可能有积杂，啊不过老大人吼拢会想讲是家己有病啊。所以才吃袂了，等到安尼去拖着病情。这个老大人哦，家己来来去去啦，也无人顾伊食啥，无怪啊，无怪身体怕怕的。嘛是拄好这几工啊吼，也刚照顾伊食三顿，也无咱拢唔知影讲身体怎么爽快。安尼唔着拢无算着。有啦，阿公嘛足欢喜的啊。虽然伊嘴一直在念讲是无彩钱，啊，不过我看出来，其实心情足好的。这人吼，一项接一项来，啊，小弟的代志才办好呢嘛，啊，老爸即马阁破病，啊，无通好用啦。阿母，啊，你家己身体会顾？我就是这款命，怕。对了，这药啊吼，阿公无爽快的时阵，先给伊吃。阿医生讲，到时阿公若断伊要吃的物件吼，要照顾起来，可能较麻烦。袂麻烦啦，看伊啥物会当吃的吼，这我来发落就好啊。哦，你，嗯，啊你逐工遮无闲安尼。要顾遐个囡仔，搁要顾阿公。哎呦，啊，即马后生无伫个啊，啊，查某囝也无伫身躯边，啊，剩我一个呢。啊，我无来照顾，叫谁照顾啦？嗯，啊，你是在烦恼啥？烦恼你啦。无安尼啦。到时阿公断医了后，我才叫李姐阿哥玉凤来顾遐囡仔，佮食个物件，你都莫遮忝啊，好无？阿姆甚物风景毋捌看过，咱若徛好在吼，着一关一关佮过，免惊啦。这药啊，要安怎食？这样。三摆，啊，就是食饱了后，是无？这药啊，就是食饱了后才食。啊，这吼，就是阿公若是会疼的时阵，阿公食一粒。啊，平常时就食这。哎，平常时就食这。
爸啊，那，你要提啥啦？我来啦。我来啦，我甲你斗三工。啊那，阿爸，等下无爽快啊？我唔知影呢。歹势，请你先出去一下，阿爸要方便一下。家属爱家己学一下哦，后摆就爱家己用啊。这我会晓啦，就是安尼。来，阿爸，这也无啥的，这我会晓啊。以后你甲我叫，免麻烦护士啦，吼。你今仔有较好无？啊，有啦。啊，即摆就会讲话啊。阿爸，你若吼想要变数吼，你甲我讲，免麻烦护士小姐啦，人足无用的呢。哇，那紧啦，迄个护士去做咯啊。无要紧啦，我来啦。伫咧独生吼，啥物款的病人我拢嘛看过啊。啊，家己阿爸吼，不要紧啦。哎呦啊！我敢有替你做啥货啊？啊！你细汉的时阵，若是破病。拢是恁阿嬷在甲你照顾的，我拢无参与，为着遐个，甲你无一丝仔亲的小弟小妹，是乎你来离开厝。我这都是予你来甲照顾。哎呦，哪有得分这啦？啊，你就是我的阿爸，迄自细汉户口就安尼写的。拢是我一时糊涂，就甲你送去乐山。我唔捌计较这啦，你莫藏伫咧心肝内，即摆莫讲这啦。我知影，你一定真怨恨我。连分财产，我嘛拢无分予你。
你来啊。无啦，我是要甲你讲吼，囡仔拢食饱，我准备要带因来去坐娃娃车啦。好好，我随好啦。恁那透早就咧整理这个钱，搁这么多，害我惊一跳。佳姐。我每天透早哦，就出门啊，啊，暗时才有回来啊。这三十几年来哦，我是头一摆安尼，规天拢无伫咧山顶咧。啊哦，即摆好一个回来哦，我头一件代志就咧检查遐钱还够有伫个无啦。啊，这是你安心的方法啦。啊，你之前毋是有讲过，你要靠这个钱离开绿色？迄时代早就无同啊咧。即摆哦，我毋免靠这个钱来安心啦。丽琴啊，你敢知影？即阵啊哦，我若请阮阿爸报喜，啊两个人若讲到即阵代志哦，啊就是安尼要冤起来啦。啊，讲到我气甲安尼哦，啊伊也是唔肯的，我就想拢无啊，伊哪会讲袂通，哪会这讲啊？啊，即嘛安尼哦，我莫遮的钱。啊，逐工安尼磨条条，啊，我是毋是嘛足戆的啊？所以我就决定啊，我会甲遮的钱吼，全部用阮阿爸的名捐出去，捐予组织。全部捐出去。我希望遮的钱吼。会当予阮阿爸重压轻薄，减轻伊的痛苦。啊！是一个啥啦？一个太高啦！你是想要害死我后生哦？你是小妹哦？慧恩吼，真正袂骗一个啦。含伊遐尼久拢无见面吼，啊，不过一个看到，我迄感觉就是无同款。你过了好无？嗯。我听爸讲。你真厉害，你迄落生哦，日子过了真充实，还佫照顾足侪囡仔。歹势啦，遮尼侪年拢无佮你联络。莫安尼讲啦，即摆阿爸破病，安尼嘛来啊，安尼就好啊。我阁会记诶，细汉诶时阵哦，我拢远远看你咧洗衫，咧做家内事。对啊，啊，迄个时阵哦，大家拢嘛去啊远远伫看。
这细汉看不啦，你该怪阮家母啊。即马吼，咱会晓搁再见面，迄是天公伯替咱化解过去的恶缘，过去的代志，过去。买这煮啊，足好食的呢，我来洗给你吃。好，我来吧。我紧啦，足济，我来洗，我来洗。来来来，最近天气有较冷，你爱加穿衫。会啦，啊你家己嘛是啊。哦，你哦，我穿咩裤裤啊，会寒着呢。袂啦，我较唔惊寒啦。哦。对。安尼，就先是不是伫山顶啊？嘿啊，伫山顶，不过阮遐哦，环境真好。